君に教えたい秘密があるんだ。如果嗰晚冇撞到佢，我就唔会见翻呢个号码，之后亦都唔会有2046呢个故仔。爱情其实有时间性，你以为会一拍即合？但结果往往都是似是而非。我开始幻想自己是一个日本人，爱上了一个设定了的机械人。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人，后来他不见了。我去2046，因为我以为他会在那里等我，但我始终没找到他。因为你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。你很喜欢他是吧？我俩都一緒に行かないか。最近添啊，祝我佛性。